二一，二二七，二三六，耶、yeah! ！很夸张。你的哥哥说了一句话比较好笑，他说：“哈，你现在不到两岁就会，我到三年级才会。”好乱哦。宝宝呀，你知道吗？你从今天开始就是你一岁的最后一个月了耶。你下个月的今天开始，你就是两岁的宝宝了，知道吗 ？OK。快接太久了。然后在这个他第23个月的这几天呢，他又学了一个新技能。妈妈问你哦，二一。嗯。哎，妈妈听不到。来，我们先拿起来讲。OK， 二一。二二七二三六二四八二五七二六七二七七二八六二九七八耶、yeah! 很夸张，我们都没有特别教哦。对对，就是好像跟他玩这样子的，然后他听了几次这样子，其实他实际我都还不会、嗯、对，其实他不懂，他其实就是跟着念啦、嗯、但是很棒。而且他的你的哥哥说了一句话比较好笑，他说哈，你现在不到两岁就会，我到三年级才会。是他不会太慢。没有关系，不管快慢，我觉得都是很可爱。